这场打得这么难堪，您考虑过换个战术吗？我今天还得问一句，你们爱排球吗？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？张常宁。我们要了这二传，什么名字？丁霞。惠若琪。 是综合治疗发掘的核心球员，以前国家队是12个人，现在我可能选30个人。30个如果不够，那就100个。为什么打球？为我爸妈，那你永远也打不出来。再想，冯文你就搞错了。 其实，我就是放不下。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，你们应该打出你们自己的排球，放开了打，豁出去打。中国女排，打！我和你们在一起。 你是我见过最棒的球员，你不用成为我，你只要成为你自己。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，去谈恋爱吧。